老师来看一下，做完做一个教材，你有左，sorry，你有左边这几个，前面这几个都是让你做练习，OK 吗？那另外这两个叫做游戏的测验，来看一下配对吧，配对，开始喽，开始游戏，好啦，又要开始拉喽，这个香蕉拉到这里来，奇异果拉到这里来，那 strawberry 拉到这里来。哎，完成了。那左边这边呢，有秒数。那很多小朋友玩，他这边会记录时间。你的时间是14.5秒，OK 吗？排行榜第一。我再玩一次，我再玩第二次，开始喽。啊，kiwi 在这里，papaya 木瓜。所以小朋友在平板，他是用手指头这样拖一拖一，所以这是个游戏。那会记录时间。好，这次我更快一点了，这次花了11.7秒。哦，一样的人，所以如果同时间不同的人玩，名字都会进来哦，哦，就会看到排行榜。这个好来，那这个游戏我们看完了，我们就返回吧。返回，接下来看这个叫做重力测验，重力测验的答语开始喽。等一下用英文回答。好，开始。那这边有难易度，看一下什么叫难易度？速度的快慢而已，速度的快慢。好，开始了。红色小行星哦，要打英文哦，P A P A Y A。小星星就消失了。苹果呢？A P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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L E，哇，打不到 A P P A P P P L E，这就是玩游戏啊。香蕉 B A B A N A B A N A N A，哦，又拼不出来了。S T R A W B E R R Y，Strawberry，哎，答对了，苹果 A P P L E B A B A Y A。Kiwi，好了，升级了哦。那分数就在左边，级别就第二级哦。这让小朋友玩游戏来复习刚刚的单词啊，我们就不玩了啊。那点左上角这边就可以做返回，小朋友在练习啊，他可以越打越快哦。那如果说你觉得速度太慢了，来看一下重力的地方，来点开始，你可以把它调很快哦。很困难什么意思？速度很快，那小朋友打得就很刺激，这你就自己决定。那这边呢？我开始，我点直接回去咯，点左上角直接返回。